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脑部啊，负责着我们这个一般的一个行动的一个主宰啊，这个思维的一个中心啊，所以它需要的一个血流量是蛮多的。15%的这个心脏打出来血是到我们脑部去，20%的耗氧量是脑部把它用掉的，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我们这个脑波啊，大家可以看到脑波看似啊好像平淡，好像只是微波荡漾的那样的一个情形，阵阵涟漪啊。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脑细胞的一个作用中啊，可以把我们很多的一个思考有办法聚焦，那么多的一个脑细胞啊，有办法互相协调，产生出共同的一个方向出来，这非常重要。所以白天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做脑波，我们就神经科的医师就会去判定我们脑里面有没有异常的放电，譬如说啪啪啪啪这样子一个摆动很大的这个异常放电，这并不代表那时候脑有什么灵光乍现，不是癫痫啊。等等的一个异常状况才会产生，所以未必大就是好啊，平静中才见真章啊。好，白天是这样，晚上真正在做梦的时候啊，它的波动也是很小，也是很小啊。不是说晚上做梦也是跟着摆荡这样子，很强烈的那种脑波图形出现，不是啊。所以晚上啊也会每一个人都会做梦，只是记不记得的事情啊。给大家谈一个历史上的梦魇啊，发生时间在16世纪啊，1570几年的时候啊，一个大屠杀，这跟宗教有关系的大屠杀，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描写画作中描写，在那个圣巴塞罗缪节啊，这个巴塞罗缪是一个圣者，这个基督教里面的一个圣者。那么在纪念他那个日子里面，竟然发生同样是宗教、同样是天主教分别出去的天主教跟新教徒之间的一个对立，杀戮战场。这个历史的一个背景是什么？主要是结婚啊，结婚引起这么恐怖的一个结局，太恐怖了。而且是结婚以后4天后发生的一个状况。这个国王，这当然不是他了，我们取他做代表，这是后来的亨利4世，法国的亨利4世，这是他皇后娶他的，这是太后，不是他的妈妈，是这一边的这个妈妈，是法国那个国王的，那是后来他才当法国国王的，这个皇太后去主导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是天主教徒，这个是天主教徒，这个是新教徒。所以他们新教徒来了以后啊，本来就征战多年了，这次希望借着婚姻啊，能不能和谈呢？这个状况来了以后啊，后来还是有很多政治上的纷纷扰扰，他下令啊，想办法要把这新教徒啊一举跟他歼灭掉。所以他们就这个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你看敌我怎么去区分啊？这个是天主教徒，他就烙上这样的一个记号啊，不是的就把他杀掉。所以那种杀的这个死伤遍野啊，血流成河的这个状况，这个背景是在罗浮宫，法国罗浮宫那个地方啊，很恐怖。那你不说，那刚刚那个国王新教徒不就被杀掉吗？没有，被软禁了啊。后来他想办法逃脱出去以后，因为他本身就是蛮骁勇善战的，后来反过头来攻打法国，攻打巴黎啊，夺取政权成功啊，这就是后来的亨利4世啊。亨利4世，这个看起来也是蛮让人家佩服的一个人物啊。从逆境中又能够扭转乾坤呐、啊。更让人家佩服的是什么？他后来改信天主教啊，为了宗教自由啊，宗教平等，所以他要以身作则啊，示范。所以他原来是因为新教徒，所以巴黎人不接纳他。好，他现在改这个变成天主教，那总该接纳他吗？不是，后来他被宗教狂热分子暗杀掉。所以这个这个人类的历史啊，读起来实在真的是，在那样的结婚，在那样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竟然发生这样血腥的一个事件了，让人家觉得很不可思议的这个状况、啊、那我们看这个一个病人啊，他基本上产生出问题的一个点呢、啊，也就是因为压迫。这个刚刚讲宗教之间的这个对立压迫会产生出一些症状出来，这个压迫产生出症状出来，他压迫这个病人才这个症状就是肚子啊有点胀胀的那个感觉，而这个最近啊越来越严重，胀了以外啊，他这个食欲也比较不振，下肢啊也有一点水肿的这个状况啊，
食欲不振、下肢水肿、肚子胀胀，这不是都不是什么很特殊的一个疾病症状吗？很多的病都可能肝脏不好、肾脏不好、心脏不好，似乎也都可能产生出这样的一个症状出来。但是呢，跟他的一个病史啊来做一个这个对照的时候，这个基本上就会发现出他不一样的一个状况。这是做电脑断层的时候，从这是心脏，心脏旁边这个地方就有一点点东西啊，这是一个囊肿，囊肿。这是旁边心脏旁边的东西是心包膜那个囊肿吗？不是，再往底下切的时候，你看这个囊肿这么大，这是在肝脏的地方啊，肝脏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囊肿，这个囊肿啊造成了整体的这个压迫的一个状况出来。那压迫的状况是什么？大家想说是不是压迫到肝脏，让肝脏的一个功能啊变得比较不好？你可以看到那囊肿这么大的一个情形啊，那剩下的肝脏没剩下多少，是不是产生肝脏功能不够、肝衰竭的一个状况？不是，肝脏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组织啊，因为它产生这个，它有这个囊肿，事实上很久的一个时间也持续在追踪，但是在追踪过程中发现不对，它越来越大。第二个，它出现临床的症状，这个症状怎么去解释它？肚子胀，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电脑断层比较容易去解释啊，但是其他的症状怎么去解释啊？大家可以看得到，这是我们的这个脊椎前面，这是大的主动脉，腹部的主动脉，白色的这个情形，因为打显影剂的关系啊，所以血流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正常的时候，旁边我们要有一个下腔静脉，这个地方不见了，这静脉不见了，意思就是说什么受到压迫的一个关系啊，变成看不太清楚的情形。这是我们正常的时候，这是主动脉静脉在这里的情形啊，因为动脉把血打出去以后，静脉接着要回流出来，回流过来，这个静脉蛮大的这个情形，这是后面肾脏的这个状况啊，这个是比正常的这个状况。而这个病人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局部在这个地方啊都已经被压得扁扁的，这个情形啊压得扁扁的，所以压得扁扁一直告诉我们什么？下肢要回流到我们心脏的血液回不来了，在这个地方把它压迫住的一个结果，回不来的一个结果，水肿就容易产生出来。不只是下肢，腹部有很多的一个组织啊，它也需要血液循环的一个回流，静脉的一个回流啊，这样才能够循环不致中断的这个情形啊。那它也是回不太过来，这个回流的一个路啊，原来是八线道，现在变成一线道啊，车流壅塞，肚子肠胃道的这个静脉壅塞的一个结果就是消化道功能比较不好，所以于是就会有吃不下东西那样的一个感觉产生出来，所以这个造成的一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从正面来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哇，所以肝脏剩下这些就够了，这些都是虚凝的肝脏的一个空间啊造成的一个影响。那这么大的一个情形啊，压迫到刚刚提到这个动脉的静脉的这个状况，所以造成的一个腹腔的一个问题，下肢循环的问题，这怎么解决？大家说哇，这要把这整个切掉，没有那么复杂。这个做的一个动作啊，就是把局部这个地方啊，透过腹腔镜手术的方式啊，给它引流出来，引流出来的一个结果，它就不会形成一个压力啊，然后局部对于那个后腹腔那个地方啊，造成那样的一个压力解除以后，它的一个症状就会解除，那的肝脏的问题啊，也不会产生出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出来，所以血流释放出来以后，那个压力释放出来以后，就没有这个压力造成压迫的一个状况之下产生出来临床种种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病人不需要经过很大的手术，就好像吸管进去把这个东西给它吸掉以后，那大家想说这个会不会后续持续会产生出这个囊肿出来？所以这个打的一个洞也不能太小的一个意思啊，让它如果以后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囊肿液体产生出来的时候，它还是可以吸收掉的一个状况。刚刚亨利四世啊，就是路易十四太阳王的阿公啊，感谢收看，我们再会。